在中国大陆有慈善第一展地位的公益慈善交流展示会，第六届仍然在深圳举办。大会主题定为聚焦精准扶贫，共创美好生活。慈济人则呼应教父济贫，济贫教父的精神。我们的主题叫做大爱致富，富有人文，富而好礼，富而健康。今年我们的主题主要就是要讲心灵慈善、心灵扶贫这个部分。延续物命，在慈济的布展规划中坚定不能移。今年呢，我们用了90%的材料，就是把前年用的材料的90%全拿来用了。今年是少做了一小部分新的，这就是说可以不是那么浪费了。过去五届的展期吸引100多个国际公益组织交流，参与过的慈济志工汲取经验。这次开展前有更完善的导览培训，将再度全力以赴广结慈善缘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洪波、柯美如、徐美娟，广东报道。